当然我们是乐于见到这个菲方同中方进一步相向而行，能够妥善的管控分歧，推动合作，进一步的使我们的双边合作能更好的造福两国人民。同时呢，中非关系这样的一个向好的发展，肯定是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和繁荣是有积极意义的。